认识的人吗？工作人员或是？啊，有啊，就像我们现在球队这个寮长，就是以前我们一起帮忙弄球的那一些。嗯，那就是你以前在这边是投手，对，啊，他们知道你变成野手了吗？应该现在都知道，对，然后也有跟他讲，对，然后他就说，嗯，不管到哪里就把自己要做的做好，这样。嗯，他们也有听说你在台湾转野手这个事，嗯，所以没有吓到就是。刚开始还是会，刚开始还是有点要有跟你讲什么嘛，就是说因为从投手转野手的这个事情，也没有讲什么，就是说反正都是棒球，就是尽量表现好，这样。嗯。